我是刚刚列车的那112年。啊，1月5号，风烂烂烂烂，8:07很白的是1324新竹发车中西关新庄机场。盈利收一下3000多，原油918千的，关闭成本。6248次双安发车中北线号花莲站列，在双站停靠。看一下。往后转绿，8:07关闭车门。下一站，下一站南港。南港，搭乘高铁或捷运板南线的旅客。请在南港站换车。Next stop, 南港。Passengers for Taiwan High Speed Rail or Taiwan Express. 等下来看看啊，下关了，先拜拜。南港站，下在南港站。双站是哪个？